植物，多肉植物，英文叫什么？它是草啊，哦，弄得好漂亮。它是一种小巧可爱，性喜温暖干燥，哈，叶肉肥厚多水的一种植物，种类非常多啊，我们加州很适合栽培。那么我今天就把我多年的经验呢，就是分成五大纲来介绍，让大家来认识。这五大纲是叶形、花色、插盆、栽培和欣赏。我们先从叶形，这个植物的叶有很多不同的形状，那么我都会给它取名，这样比较亲切感也好记。那么多肉植物啊，它有一个共同点，它的叶肉肥厚多，它的叶面光滑。在下面，我们是因为声音有点下面。现在我们来欣赏左边这种叶，我称它莲花叶，因为它长得像莲花座，它中年都是这样绿绿，而且它可以展开到15英寸那么大的直径，非常的哈、看得很有精神。它也可以种在树荫下哈、当做这个啊、庭院的这个点缀。而现在我们欣赏右边这种多肉植物，它又是一种不同的感觉。你看它尖尖菱形的这个叶形，它有 quarter inch 到 half inch 厚，而且呢它展开来也有8英寸那么大，很大方。而叶色呢是非常高贵的灰蓝色、紫粉色，所以我称它富贵叶，好美。左边这种叶形，它是圆圆厚厚的紫红色的带点绿，那么它的形状呢就像一片的包心菜，所以我称它包心叶。而这种包心叶呢，它可以有差不多一般六寸啊，平常。那么它的颜色呢，它会随着太阳改变，有时候全部是紫红色，全部是绿色，或者全部黄色，好神秘感，包心叶。现在让我们欣赏右边这种叶啊，又是让你觉得非常的特别。它管状的肉叶，顶端呢开了一朵小花，又像啊这个 baby 的小手张开，那么可爱，所以我称它手掌叶。这是非常珍贵的一种哈 succulent。好，现在我们欣赏左边这种多肉植物啊，它这是它的那个叶面有一种绒毛，非常柔和啊，我称它丝绒叶。而这种丝绒叶，你看它每一片展开，就是像一种气质，拥抱自然，拥抱爱，非常的挺拔哈、平常也有6英寸直径那么大。再看我们右边这种叶，它是圆圆滚滚的哈，光溜溜的，又半透明体。而这种叶呢长不高，永远就是这样小巧可爱，然后外边是红色，里面是绿色，我称它玛瑙叶，它需要阴凉。现在左边这种叶，大家欣赏一下，它又是一种不同的这个叶形，水水绿绿透透的啊，就像我们很喜欢的翡翠，所以我称它翡翠叶。它看起来像玻璃珠一样，这个是长不高的，它永远就是这样一朵一朵啊，而且它需要阴凉的地方。这一棵已经有5年了，它每一年就长那么一朵哈，所以这个翡翠叶也是非常珍惜的一种。现在我们欣赏右边，
右边这种叶呢，它是尖长形橘色的、啊、肉叶每一串每一串都是四面八方的生长、哦、我觉得它像海里面水里面的一种生物珊瑚，所以我称它珊瑚叶。那么我们这种八种叶呢，就认识到这里，我每一种都只能挑八种来介绍、啊、因为时间关系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进行欣赏花色。这种多肉植物的花真是非常的多种。哎，那个 Shirley 又进来，刚才出去又进来，你帮他改成 co-host。这种花色呢？叫 Shirley Lim，Shirley Lim，L-I-M 那个。像风铃倒挂，什么？风铃花啊，它是花期很长，可以达到一两个月之久，很耐看的。而右边这种花呢，它是小小。一朵一朵，那么花瓣有五花瓣，所以它有黄色、粉红色、橘色，它就像星星挂满天空，如梦如幻，好，所以我称它满天星，好好可爱。接下来我们欣赏左边这种花色呢，哇，非常的好雄伟，有一种气魄，好，它的像那个长得像金字塔一样，它就是气魄，我称它是帝王花。那这种花是小小的花，一冲一冲的开的小黄色的花，可是它可以维持四个月之久，非常的啊耐看，生命力很强。那右边我们在欣赏这朵，哇，这种好漂亮的这种现在这个花。就像你感觉到春天到了，等一下，美满，春意盎然。它这种花呢，又像漂亮的小姐，让你看了非常的好，心情很愉快。那么你看它花瓣好像粉丝状，但是它很坚强。那这种花晚上睡觉，白天就展开来，开得让你看得心花怒放。好，我称它桃花红，所以这种花也非常特别。现在我们听不到。哎，修段，你怎么关了那个 mute 那个地方？Unmute， 好，要到了 ，OK， 啊，碰到了，对不起。那这种像花伞一样的小红花，倒挂的，像小喇叭小红花，它呢，我曾经数过，有超过100朵，所以我称它百花红，非常耐看，而且它的花期啊，可以达到五个月，它日夜都开。好，真的是非常耐看，很特别的花种，百花红。那我们现在在欣赏右边这种花啊，好，它要让你觉得非常粉嫩。它呢，像那个小小的郁金香，又像 baby 粉红的脸颊，所以粉红让你很想去摸它，哈，所以这是小粉红。这种花期也可以有一个月到两个月之久。好，那接下去再欣赏我们下面的左边这个花。让你安心为我。哎呀，它是小小的花苞啊。那你时候你身上还有花苞，都顶端会开个四片的小花，四的花瓣。在我们这小花苞在一起，就是像痘痘，好多痘痘。所以我称它豆豆花，而这种豆豆花开完四个月以后，你千万不要把它剪掉，因为它会从它的花梗再继续长出新的幼苗，啊，生命力好强，豆豆花，啊，现在我们看最后这朵
这朵花，哎呀，让你感觉到它真的是非常的温柔哈，非常的高雅。啊，你们仔细看看，它有几组的花瓣。我这么数了一下，我觉得它有六组的花瓣组成。而这种花像那个小鹅的黄色，所以我称它小鹅黄。它呢好可爱，它月亮出来它就休息合起来，它太阳出来它就 happy happy 的展开的，让你看了鲜花怒放，快乐一整天。那我们这种八种花也欣赏了，这种多肉植物啊，几乎每一种都会开花，而且它的花有大有小，有这个往下开，有往上开，真的让你看了赏心悦目哈。现在接下来让我们欣赏我的插盆 arranging 多肉植物的插盆呢。一开始你先要想好花器，想好的花器你要有一个主题，要构想一个主题，然后再选好你要插的多肉植物。那么这个花器是我捡来的枯树皮，我舍不得丢掉，就想怎么样来把它注入生命。灵感一来我就想好了，就来插 succulent。我就这样找了十种不同叶型跟花色的这种多肉植物呢，前后左右把它插上，你们看是不是栩栩如生哈，有生命感，所以我称它蓬荜生辉。蓬荜生辉哈，它有另外一种气质。啊，这盆我用的是差不多六寸这个圆形的花器，有两寸厚的这个高度，那放了一些蟹木，放了一些小石头，我就开始把选好的这个八种这个不同的叶形花色插上去，你就感觉到它有一种圆满和谐的，所以我称它花好月圆。所以这一盆是花好月圆啊，静静的欣赏这一盆，我也好喜欢，多么艳丽的这种多肉植物，多么漂亮，多么可爱。我用的是差不多四寸圆形的小花器，浅浅的，然后放上石头木屑土，这么插上去呢，它就自己就长成这样，像苗，像窈窕淑女，婀娜多姿，它像这个哈、千金小姐，它说我称它小家碧玉。它的颜色啊，是随着太阳照射就改变，哦，非常艳丽。啊，但是长每一棵的速度长得不同，所以就变成这样一副很美的哈、小家碧玉。啊，这一盆我用的是椭圆形的，差不多四寸左右椭圆形的花器。那么插上去一直在 freeze 我，我用手机弄了以后，然后这边又回去了，立又回去，哎呀，很麻烦我这个。这一副赶快刚，对呀、因为刚刚我听到有事。然后呢，这个插上不同的 supplement， 把它摆上。Yeah。让你觉得两个不是用那个 iPad， 现在我变成手机的 iPad。相亲相爱，所以我称它伴侣，这是伴侣。那么这个 succulent 呢，它可以当它、可以组合。那现在要给我客户说才、我现在我当主一起，也可以挂在墙壁，哈、也可以把它摆在这个窗前，是非常这个多功能的哈。好，我在插这一盆的时候，我想到十八姑娘一朵花，她呢就是非常青春活泼，而且穿起裙子来啊轻飘飘的，所以我称她花枝招展。啊，在欣赏这一盆，
这盆插盆是我在2019年参加 Arcadia 植物园这个花艺协会这个参加的展示品。我用8寸长的花器，4寸的这个方圆的口，就种上了各种不同的 succulent， 有垂吊型、直型、有横型，那么还有不同的花色，再插上2只蝴蝶，就让你感觉到一种春意盎然哈，春天的气息。好，那么再放上这个木架，你会感觉到更自然。所以这盆插盆，我要取名叫鸟语。花香，鸟语花香。好，最后这盆插盆，我用的是竹篮子，差不多10寸、12寸的这浅浅的竹篮子。那么就这个插上不同的 succulent， 中间呢就是直立型绿色的，使得这一盆啊插盆哈、啊、很有朝气，很蓬勃，好、啊、有欣欣向荣，又很丰满，所以我称这盆叫荣华富贵。而这一盆呢很适合送礼，大家都可以插哈。那么我们知道这种 succulent 的插盆呢、啊、它一个好处就是永不凋零。它不像一般的插花，你一个礼拜以后它就花就谢了。那么还有 succulent 的插很自然很随意。不像一般鲜花的插花，你要讲求组织、复枝、配件。还要讲求这个线条、角度、层次，它才会显出一种这个艺术的这个气质的插盆。所以 succulent 非常容易插，又永不凋零哈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进行怎么样来栽培？我们栽培多肉植物呢，基本上要有小水壶一套啊。这个手套，一把刀，尖尖的，能够有一条围裙更好。那么有了这些基本工具，现在我们来看怎么样栽培。这是我的栽培，我左边是幼苗，这些幼苗都是从那个啊这个大的树的树干呢、啊，哈，或者是它的根部啦、啊。从地上呢、啊、这么样长出来的，因为这种 succulent 啊，它生命力很强，所以插的时候啊，大家要注意，要用手指要把这个根要按紧，所以这个根紧了，它才会生长得好，很健康的成长。好，那么右边这是用这个我们吃 yogurt 剩下的这个盒子，你底下把它剪个洞。让它排水容易，那你就可以一颗、两颗、三颗这样的插，所以这个是幼苗。接下来长大了，这长大这有一年、两年了，你看都是还是小小的，它会叶呢会越来越多，但是它不会长高。那么你这时候你还是要换盆，要换到3寸、4寸，哈，到5寸。这种花器同时要换上新的土壤，这样子它才能长得健康哈，长得哈很就是很快乐啊，那么很茁壮，所以越长越大。要看右边，这右边这有2年、3年了，你呢一定要换个大一点盆，大一点的花器，然后还要换上新的土壤，这样子它有了空间，它的根会长得更壮，它有了新的土壤，它的营养更多，会长得它的枝干很壮，它的叶很厚很肥，很健康，很 happy， 它就会开花给你看。好，接下来看看我这个我们下面啊这个是下面这个是我的工作台，我一共有8个工作台，8个桌在放。那么这个左边这个呢，是从东边向西边照，所以早上太阳出来，还有温暖的阳光照着这些
小小的多肉植物的心情愉快，它就长得很健康，它继续的长大。那么右边是这个从北边向南照，那么它西边有墙有树挡住，可以闪过的西晒，因为它很怕炎热。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啊，这是从南边向北边照，我在浇水。我们浇这种多肉植物呢，要浇根部。好，那么浇的时候呢，第一次浇一次，让它渗透下去，再浇一次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么多久浇一次呢？通常啊，一个礼拜一次、两次。夏天那个幼苗，你可以隔天浇一次。那么浇的时候啊，要特别小心，绝对不要用那个水管啊，这么甩来甩去，这样你会把它的幼苗和花苞甩掉，哈，它甚至水会过多，根会烂掉，哈，所以不要用 hose。 那么我们冬天的时候呢，两个礼拜一次可以，甚至你不浇水，它也一样可以活下去，因为它的那个 succulent 的叶，它会吸收朝露，储存在叶里面，所以它有水分来支持它的生命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浇水。那么我们要土壤要用什么土壤呢？土壤呢，一般用松一点的木屑土，或者是那个买来的 planting soil 也可以。好，那要不要浇水啊？不要施肥呢？我个人是没有施肥，我只是顶多用茶叶，泡过茶的茶叶再泡水，或者是咖啡渣再泡水，或者洗米的水，用这些茶叶水啊、洗米水来浇，那么补充一点矿物质。所以这个施肥呢，这是并不是说很重要哈。有时候外面呢，他们卖上面都会铺一些小石头哈，这就是一方保温，一方面固定，一方面美观哈，也是有一点矿物质。好，那么我们呢，这个我们这个栽培这种多肉植物啊，要怎么样的 location，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要选有晨光的地方，有反西晒的地方，因为它很怕炎热，也很怕潮湿，它的叶面不要积水。好，所以如果有连续大雨几天，你要记得把它好把它移到这个patio 或者室内，好，或者雨停了，你赶快去把它的水倒掉。那么这个夏天很炎热，90度以上，太热了，你要赶快把它移到有阴凉的地方，不然它也会烧伤的哈。所以这个就是 location 很重要。那有一点我要特别提到，千万不要移来移去，因为这种小生命它有感觉，它要在一个地方适应那个温差差不多半年以上，它才会，如果适应好了，它才会生根长芽继续成长。如果它长不大啊，也没健康的感觉，你就要设法找个好地方把它移动。好，所以不能随便移动。好，这个是栽培。那我们知道这种 succulent 生命力很强，但你可以种室内，要有晨光的地方，也可以种室外，啊，很适合它要有阴凉的地方。那么有三种重要的、非常重要的元素，我要请大家记住啊。栽培这种 succulent， 第一要注意到充分的阳光，第二要空气流通，第三要少量的水分。你不信，你如果把这个 succulent 放在浴室，你整天把它关在浴室，放在那里，你觉得浴室看起来很漂亮，大概一个月以后，慢慢慢慢的，它就生命力就减弱了。所以阳光
才会使它茁壮，才会使它开花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栽培呢，我们这个认识完了，现在接下来就是欣赏。我会综合一些我个人收集的大型花啊来欣赏。各种不同的啊，中间这个是晚上开，只开一次，8个小时。中间这个是大型的花，那么它呢，金黄色，非常稀有的金黄色。中间这一朵是橘黄色，夜里也开，它可以有2天到3天的花的寿命。哇，这一朵大家欣赏一下，我想应该你们都很熟悉啊，风中摇曳生姿。那么这种花呢，它是半夜盛开，开到这个早上6点就会软，就会收下去了。它味道非常的清香，啊，它非常的纯白，啊，让你感觉的就是整天就很舒服、清香、很快乐。那么，如果你没有种，要去试种哈。如果你想欣赏它盛开，你就把它啊，要开以前放到室内。你到等到半夜才能看到它展开的这个花容啊，这是昙花一现的昙花。左边是佛手叶的叶形，中间就是百花红，夜里也开。右边这是啊，这种多肉植物啊，它是像吹了气泡，像吹了气泡的小脚丫，非常的哈可爱。你很想摸它一下，它硬硬的，它非常的坚韧，这是也是很珍贵的品种。中间跟左边这种，现在要开哈，这种就是这种呢是可以达到4寸厚。而且可以吃，不是4寸厚，这个 quarter inch 厚哈， quarter inch 它可以叶呢可以开，啊不对不起，它的叶可以吃哈，吃起来黏黏酸酸的，听说是消炎，还有可以减低血糖，抗氧化。右边这种叶啊，是太阳越照它就越红，哈，它红的真的是很漂亮。可是左边这种叶，太阳怎么照它就是不红，它整年就是这样绿绿的，而它长得呢，就像一朵一朵的菊花。可是它是叶，你看中间这一盆，它从根茎又一直长出幼苗来，所以你就要移植。那我要请问，这移植你是剪大的还是剪小的来移植呢？我个人是剪大的，我把它剪一半，还留一半根，因为它的根茎会继续再长出幼苗。好，我们看看左边这种 succulent 的叶，就像香蕉一样，而右边这种叶，我好欣赏。你说它像什么？玫瑰花，它是叶，可是就像一朵玫瑰花，哈，很耐看的。中间这种橘红色的 succulent， 哦，好鲜艳，看得真是很舒服。我一天要看好几次，它也是可以开到3天左右。好。哇，这种粉红色，粉的让你觉得它是不是像十八
姑娘一朵花，又像新娘子粉嫩粉嫩的粉红。这两盆呢，它都是一样粉红色，可是右边是大型的，还有个白色蝴蝶的花舌头，那左边这是中型的，它每一朵花寿命是差不多5到6到7天，那因为它一直长一直长，这样一盆呢花期可以2个月之久。这盆非常漂亮，这是我朋友哈吴光泰医师他分享的，我自己的才开7朵，所以它这个花型也漂亮，因为它的 location 对，它的叶型多美，往下垂的，哈，这就是说它这种多肉植物啊，它怕炎热又怕潮湿，所以在这种 patio 哈，这种也很适合。这一棵是我要特别介绍的，我家的珍宝，这是大型的这个仙人掌。可是它的果实啊，这是金黄色，长满了刺，叶也是长满了刺，真的碰不得。你一被刺，刺到了，你会难过好几天。那我呢，我现在会享受了，我的园丁就帮我制了一根长杆子，或那个顶端，把它切开，哈，就这样了，一颗一颗的把它夹下来。所以我就把这个肉呢就存起来好几罐冰冻，随时可以制作果汁，甜的比蜜还甜。那么这种水果呢，抗氧化、抗癌、降低血糖是非常可贵的一种哈植物水果。在报纸上常常有什么胭脂红哈浓缩液，就是这种哈抗癌防癌。好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朵花的，这是欣赏这朵花。这朵花呢，我想你们见的机会比较多。哈，它是大型的，它有5层。第一层最外面是红色，然后深桃红，哈，然后就桃红带粉红，那么还有这个象牙色的花蕊，在一颗白色的花石头，在那里展开来。看到就是，哈、哦，就是心情非常的快乐，哈、哦，真的让你 happy happy， 他 happy， 你也 happy， 哈、哦，所以这个花呢，就是真的赏心悦目。那以上所有这些多肉植物，都是由我谢秀段栽培，我插盆和摄影，我每一朵花都会摄影留下来。那我们这个从欣赏，到栽培，到这个插盆，到花色，到这个叶形，这么五大纲，这么了解的，它有什么好处？这种栽培多肉植物的好处非常多，我把它归类成5点。第一，多肉植物再生力强，容易栽培。第二，多肉植物花色多样，赏心悦目。第三，多肉植物插盆容易，永不凋零。第四，多肉植物的叶面光滑，不生尖刺。第五，多肉植物适宜栽培，室内室外皆宜。有这么多好处，是不是能引起大家也来栽种？在这疫情哈在家时间多，你们不妨也来这个栽培一下多肉植物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如果你喜欢，我可以送你多肉植物的幼苗。现在我们下面是 Q&A 时间。现在呢，我们谢老师的详细的讲解，讲得非常精彩。那现在什么人有问题可以发问？我们有5分钟的时间，有没有人有问题？谢秀段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桃花红跟百花红这两种，容易不容易种？OK，
桃花猴啊，它是很矮小的，像枕头一样小小的。它很怕水。那么这个百花猴，它是往上长，可以长到五尺高。那么这个两种非常的不同。我在Zoom上，对不起。哦，我在Zoom上。啊，还有没有 ？OK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. okay. 好，等一下，快完 ，OK。另外还有什么人有问题？大家都说哇，没有什么。先说我，你这些植物，我家里有五六种这么多，差不多。可是还有那个可以有一种，人家告诉我说可以吃那个仙人掌那个果实，我从来不敢吃过。我正想问你能不能吃，你就告诉我说哦，这么好吃，我把它挖掉了那一颗，因为仙人掌啊。它里面的肉啊，它是一种姜汁，它没有毒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就这样摘下来，你要的话把它洗干净，就这样直接就咬。我吃过，它是无色，黏黏酸酸的，酸酸的，不甜，就像我们那个大型的那个仙人掌叶啊，它也是可以吃的，在还没有开花前。你呢把它剪下来，把那个肉刺去掉，去煮，煮了大概煮到像这个棕色了，它把那个涩味去掉，然后你拿起来放凉，放冰箱，就像一种 pickle 一样，好，非常好吃。有人跟我讲过，可是我是还是不敢吃。不会死，吃了不会死。你可以大方的去试试看啊，降低糖分。另外还有谁还有问题呢？有没有人有问题？如果没有问题，我要请问大家，这个多肉植物和这个仙人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有没有人回答？没有人回答。仙人掌。仙人掌不要谁都可以活。仙人掌怎么样？没有谁都可以活。他说没有水也可以活，没有水也可以。好，仙人掌有刺，多肉植物没有，有一些没有刺，就是这一点最大刺。你看每一颗仙人掌，大大小小，满满都是刺，但是。多肉植物没有刺，好，叶面光滑，这是最大的不同。还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的话，我要再有个问题。学长学姐有个问题，那个台湾有卖那个石莲花，那你刚刚讲的那个吃的那种，是不是就是那个石莲花？他们那个就直接生生的这样吃，你说酸酸甜甜，对，直接吃不用煮。可是它会不会有好多品种？因为有的看起来很像。你要它是那个椭圆形啊，那叶厚厚的，那就是绿绿厚厚的，光滑的那个呢，你可以摘下来。那么你洗干净，你可以先咬一口试试看。如果不敢吃，你就要不要勉强啊？那你不是敢不敢吃的问题，而是怕说吃错了。因为这种你看仙人掌啊，很多鸟都会吃的，只要鸟吃的，你就安心的吃。也是也是，那倒是真的。还有没有问题？谢秀段是。我是雅弟，我想请问，刚刚你说果子可以吃，叶子可以吃，可是我看到那个照片上好多刺，那你怎么样除掉刺呢？刺，那个大的那个仙人掌叶啊，那个花了我好多时间，我去年吃了差不多200个叶，因为在家不能出门，我只好吃仙人掌啊。那我把那个叶啊又
就是对了，长出来、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要用刀把它把那个叶刮掉，用刺它的肉刺把它刮掉，哈啊，用肉把它刮掉再去煮。你试试看，也很容易，就是比较花时间。啊，还有没有？没有，我就最后再问大家。我有朋友告诉我，为什么我种的仙人掌都不开花，我种的兰花都不开花，为什么？爱心不够，功德。什么不够？爱心不够啊。对，就是光线，阳光不足。你知道我们人要晒太阳，骨骼才会强壮，这种植物也要有太阳，要充分的阳光，它才会长得健康，长得 happy happy 才会开花给你看，哈。所以你只有水还不够，你一定要有阳光，哈。所以阳光温度，温度非常重要，哈。所以冷的地方它呢就不好种，它要放在温室，好，现在知道了，这阳光对人对植物都有性，都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种植物，这种 succulent 它是小小很不惹眼的，所以很多人啊、很懒得去照顾。但是这种小生，这种它有生命，你看它小小的生长，你就有一种成就感。好，那我们这个 Q&A 到这里，哈。